但我是说你你讲你共同的书法蛮行来蛮行蛮行同号真正同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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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物以类聚啊！你若同性的话，大家做伙就加做共同努力。好，你今天全部来。今日播到这，十外个人，咱也是无。反正两个人，咱才有影。啊，就客气。好气相陪。啊！你啊，你是做做太太，你上海哦，上海姐，伫咧只一杯两斤公斤尔。上海做咩呢？做咩呢？大约斤，我做咩呢？咱台湾。我听囡仔是济人讲，讲最近拢老细，拢老细啊。老细就爱先扫掉，讲无就开始呐，叫羊就开始会滚啦。对啊，你日本东京，你看唔捌到遐高，就到遐学校遐关键。我真正有寒，迄个年冬较好年冬啦。瑞士。白汤虾会较少。白汤虾会较少啦。咱来吟一个诗歌，咱来唱《天白云顶》一只。三百来嘿。这条我较会晓唱。这条。这条。额外这条啊吼。唔啦，这。来第二首，第二首。唱得更简单嘞。哦，去唱几下歌啊。来，天白云顶真正大。我甲我的厝，服侍耶和华，找求主的心意，予伊来引带。伊是阮的主，独一的上帝，全家愿意敬拜俄勒耶和华。我甲我的厝，服侍耶和华，找求主的心意，予伊来引带。伊是阮的主。Oh, sorry, y'all.
花，吹着主的心意，予伊来引穿。伊是我的主，独一的上帝，全能的敬拜，阿罗耶和华。伊对天落雨水，管他的土地，伊予地有出产，像是万里牛。无声反天，我都落我可以，我的我的主，何塞亚尔瓦。我来用这首诗歌啊来宣告，讲咱的家庭拢是属地主，属地亚尔瓦上帝。啊，这个时阵我来读一段圣经章啦吼。啊，我先看遮吼，我看一段圣经，然后甲交互看有闲有闲几点几书来分享啦吼。我来读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二章，吼，第十二章，第十二十七段啦，吼，十二章第二十七段，伊安尼讲，亲像咱的身躯是一个，却有侪侪的肢体，肢体虽然侪，犹原是共一个身躯，基督也是安尼，但不过，咱毋若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。是做奴隶是自主的，拢对伫一个圣神来受洗礼，成做一个肉体，认一个圣神。身躯若毋是共一个肢体，身躯原来毋是一个肢体，是有真侪肢体。若是脚甲手，若是脚讲，我毋是手，所以我无属伫即个身躯，也嘛袂当因为安尼无属伫即个身躯。若是耳孔来讲，我毋是目睭，所以我无属伫即个身躯。这段伊其实在讲，咱即看起，咱拢是共一个肢体，咱袂当讲我是目睭，我无需要脚，我是手，我无需要耳孔。其实咱每一个肢体拢扮演无相款的功能，目睭会当予咱看，咱的脚会当予咱行路，手会当予咱做代志，耳孔会当予咱听。咱每一个肢体拢有无相款的一个功能。所以咱伫教会内底，咱看起，若是救一个肢体，伊是软弱的；但是咱会当合作一体时阵，咱就是刚强。咱真欢喜，咱的柯老师伫迄个上特别的时间，突然间来到咱的教会啦吼。因为咱拄要准备要办音乐会，咧想哇，要做转播，谁会当转播呢？因为都毋捌看过即个柯老师做过啦吼。毋过咱就想这是上帝所差派予咱的天使。播满咱的不久啦吼，咱嘛欢喜伊非常的专业，伫迄个录影过程录了真好，真顺时啊吼。所以咱嘛伫教会内底，咱嘛鼓励搁较侪兄弟姊妹做伙参与伫服侍内底。咱看起伫教会内底，毋是讲关怀就是上好的，做行政的就无好，啊是讲伫做主家的就是上无熟练的，只有读圣经祈祷的就是熟练，其实毋是安尼。咱看起伫即个教会内底，咱有无相款的人扮演无相款的角色，咱拢互相来欣赏啊吼。这就是这段圣经所讲的，咱拢是伫基督内底扮一个肢体啦吼。最后一节咱做伙来读，我用读国语，我先读一摆，咱做伙来读。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，就一同快乐。好，来这样。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再次。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。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这段甲大家来分享。来来看短文，然后看要看多。咱今日请因开第五十五页，今日咱所要看是第二十八篇部。记载伫马太福音五章44节第五十五页第28经句，
哎呀，傅老师无人，我有听，我听都真的是太紧，太紧，太紧。伊这是好啊，本啊，毋是台语汉字本啊。啊，有当时啊，你用台语在念哦，有当时啊，拢较袂遐个，啊，无咱我用华语来念落啦吼。我来买一本白话字个。哈哈哈哈哈。啊来。我遐拢肯定台版。来，好，请，好来。要爱你们的仇敌，并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，我现在中文也不能我甲他一边来讲。要爱你们的仇敌，并且为迫害你们的人祷告。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。我后边只咱我搁念，做伙来念一遍哦，安尼就搁较清楚哦，来讲。伤害你的人，使你遭殃的人，把这些你所讨厌的人列一个表。为他们祷告吧，一个一个为他们的名，你是我能从心里赦免他们，为这些人祈求上帝的祝福，告诉主说，我想赦免他们，舍弃我发怒是应当的想法，而且把这些事向第三者用体谅的态度叙述出来。这样做不是为了你所曾想要做的报复，而是意图帮助这些人。到时机成熟时，许多障碍都会除去。纵使没有到这地步，他仍会给你很大的帮助，因为圣灵的力量，通过这样将会永留出赦免的平安。啊，咱柯老师，啊，咱的。探望正当讲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感谢主的恩典满满。我咧今仔真有福气哦，啊，因为彼此三听，啊，做回来到柯老师的家庭，啊，做关怀探望。伫新年新开始，愿咱的信仰顶面会当开花去结籽哦。啊，来今仔咱看这个圣经，讲爱听，爱对着你哦，我著引用另外一则圣经，啊，来记载伫路加福音六章二七节到二八节。上帝为伊安尼讲，对着你个，着疼伊；怨恨你个，着好款待伊；咒骂你个，着祝福伊；凌辱你个，着替伊祈祷。我话咧讲，其实有当时你个仇敌，伊说啥讲仇敌，你个对敌啊。有当时咱个对敌，正正个是咱个贵人啊。有当时人咧讲，闹鬼求进步。有当时啊，咱爱拢爱咱听人咧讲，讲忠言逆耳耳行，良药苦口耳耳边，忠言善逆耳利于行啊。咱咧听拢爱听好听。有当时啊，咱咧讲话时，啊一个人甲咱插一个尔，咱拢甲想负面的，想讲伊咧甲咱吐槽。其实有人咧甲咱吐槽，咱也会当透过咱的警醒检讨，这就是咱进步的原动力。因为咱有因为有人咧吐槽，咱才有成长的空间呐。当你人拢讲高处不胜寒，哦，你当你啊爬到讲至高无下时，你会感觉讲我边啊拢无，因为都无人敢甲你吐槽啊。啊，所以人咧讲，有当时啊爱恁个挫折，尤其这个社会啊，我疼世间哦，咱个圣经哦，就是算讲这个疼哦，是安怎会才对咱才重要？阿东下我的第一个囝甲第二个囝，哦，你圣经啊，大家有下过，该问甲阿伯，就是因为伊无彼此相疼。啊，造成老伙的事件，啊，所以旧约的圣经、甲新约的圣经，就是算讲上帝疼咱世间人，哦，啊，找伊的囝来到世间，伊迄个约翰三章十六节来讲，讲独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予世间，既然信伊的人未定论，反转会得永远活，哦，啊，就是通过这个疼，啊，讲疼哦，爱是牺牲，不是占有，真正的疼是无代价哦。你有代价疼，迄个毋是疼。啊，所以你啊看，人咧讲讲，爸母疼囝当流水，囝儿疼囝一阵风。爸母饲囝无两分，咱做囝饲爸母爱算账。前两工啊，一个富人人，因为伊无先生啊，伊讲伊每一个月过节就开始心情搁歹啊。伊有两个囝，啊，伊就轮流食火头。到哪一日子要到啊，来食这个大个食，伊就开始咧敲电话啊，讲某人啊。明仔载换你啊！哦，伊这老母安尼讲，就感觉讲，喏，足心酸。那食这哦，那感觉讲食咧足袂自然。啊，若较慢来尔吼，我着念啊一大堆。伊咧念的是，人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啦。有当时啊，咱
咱咧讲话吼，有当时啊是无意中讲着，但是咱咧讲话，就是爱讲一寡利益人的话、造就人的话、帮助人的话。那讲一言说出数啊难听，好话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个寒。咱无法度人讲好听话鼓励人，咱就无法度讲好听话学到咱的主。咱若无法度人去听咱看会到的人，咱绝对无法度人听迄种看会到的上帝。啊，所以你若讲有当时咱的对敌，咱拢感觉讲最好是拢无对敌上好。其实哦，要消灭对敌上好的办法是啥？美国总统第16任林肯总统啊，伊捌讲过一句名言：要消灭你的对敌，就是和伊做朋友。哦，啊，就既然做朋友来，就无对敌啊嘛。啊，所以咱有当时啊，咱人啊咧对咱批评的时，咱圣经是有讲无去批评人，才会受人批评啦。毋过咱人软弱，就当像你即四句落，对着你的要疼的，有当时啊，咱家己最亲近的人哦，爱你的人伤伊上深咧。啊，所以何况佫讲含家己，咱亲身爱的人都袂少疼，何况佫讲要惊咱的对敌，啊，就是因为咱有在向这个去努力，或咱的心，你才会感觉讲快乐啦。都有当时啊，咱人一生会拄着足侪哦，会逆境啊，足侪试炼。其实有当时逆境甲试炼，你若用甲正面甲看，迄是咱成长的好机会。像我家己定来出去，我咧讲哦，因为我本身有经过，啊，所以我咧讲比较，就互你讲甲较有说服力。我十几岁，我因为我较早，阮老爸哦，我算佃农啦。啊，佃农的时候，伊就足爱讲有土地啦。啊，所以我迄阵政府哦，单程政府在咧推行耕作有其田啦。伊想讲啊，佃农来当做家己地主无足好。啊，所以我迄阵出世的年代，拄啊早号做基田啦。哦，基田啊，本来是这个市啦，啊，结局咧基田啊，基田都共音，啊，伊都唔爱听。哦，就是我说我写基田，啊，说安居乐业一居，哦，基田，啊，结果都害我进都断产啦，哈哈哈哈啊，所以这就是咧讲哦，有当时啊，咱欠哦，有经过艰苦过哦，你就更加有体谅迄个痛心啦。人讲人恻隐诛心，人皆有诛，咱信主第一就是你要有痛心。当咱坐伫遮，咧坐，人讲初相好难的时，咱会当去看到，会当去想到讲，啊，咱的同胞。啊！伊啊咧寒，伊啊枵的死。你若搁食会落，安尼你人民心就出来啦。你啊咧道理啥小人物，我看伊食，我感足感动的。伊本来家庭我真富裕呢，但是伊接受上帝的呼召，伊讲爱来帮忙遐艰苦的人。伊捌带一个囡仔，安尼四下三四日无食物件，伊去甲迄面包店的老板哦，讲老板，这个囡仔四日无食，你会当面包分伊袂？迄头家哦，安尼甲喙喙安尼。伊无生气，啊嘛无气起来，伊搁第二遍甲讲，老板，这囡仔真正死伊无食，你会当面包吼？人讲人的肉心，人的心吼，拢肉做的啦，吼、哦。伊怎啊听着安尼怎啊感动？所以我咧讲，有当时啊，咱若袂当互对方感动，是因为咱做了无够。吼、哦，有当时啊吼，你要看，你会上大的功课就是啥？会当从咱的对敌，你愈侪对敌，有当时啊吼，你若愈警醒你家己。你的成长的空间愈大，啊，即你有当时啊，咱也听到许，咱就茫输输啊啦，吼，啊，所以做伙人拢开嘴讲好话，合嘴点笑容，咱信主的人爱互人感觉讲，吼，含遐无信主的比较，感觉讲，啊，咱真正有信主的款式安尼，啊，咱信主无秘诀啦，就是爱有迄疼啦，迄疼是心中的流露出来呢，疼吼，咱常讲讲会互人安怎讲？爱吼会当融化冰山，吼你做老师的你就知影，会当数完数点头。你看这个小的新闻，咱两个小，这两天啊五天前，甲这两天发生的新闻哦，咱看到是足艰苦心。台中遐一对夫妇，做爸爸40岁，做妈妈39岁，因为一个囡仔读国小5年，你想讲国小五年比这个搁减一年嘞，伊会当创啥话？讲会偷提钱啦。啊，那囡仔无对一个未偷提钱的啦。哦，迄大家拢有过去哦，迄都记记，因为较早物资艰苦，你若会当得到，拢会啦。伊安尼讲甲甲讲，两个阿仔某啊，衫裤甲绑起来，轮流甲讲咧，讲讲两点钟咧。你搁咧讲安修人，你敢有敢会讲遐尔啊粗残？哦，对不对？子路不教，有咩资格？今仔如果若我，即、這个囡仔咱若无法度人教，咱交代予国家去教。哦，人伊会用迄种个少年的迄种关系哦，会去甲你辅导安尼。因为哦，每一项拢有专业啦。像你咧翕相，你专业，阮就外行。啊，你咱就外行，咱毋通要用咱错误的教育。
迄真正教育人，我讲做一个老师上大的报效就是啥？德英才以教诸安呢？唔是讲哦，我若八个半教，你著送偌济送？迄其实哦，做老师伊上大的就是讲，看咱的学生安尼含慢，啊有法当人甲教较足够安尼，这上大的回报啦。迄教育是良心的事业呢。较早美国一个哦，迄贫民窟哦，诶一个黑人的囡仔，啊因为哦，伊都人咧讲讲死鬼拢挖大便啦，啊含咧白人拢合作伙啦。啊，伊就白人就拢优越感，就像犹太人哦，你啊看外邦人拢袂当个，就感觉讲你优越安尼啊。即、這个囡仔吼，就无法度人兼容因的同时哦，啊伊就调皮捣蛋，伊就较大汉嘛，啊就欺负遐细汉的，啊就大家就拢，伊就正人，伊万正人，正人万里一人安尼啊。读册时吼，伊拢走出去咧调皮捣蛋啦，啊老师就无发伊啦，像管台啦，就反正就放你去食草安尼啦。哦，啊佫一工多校长来咧巡视。啊！想讲，即个咧上课时间，带一个囡仔在咧爬树啊！哦，啊校长就讲：“来，小朋友来来来！”哦，伊就家己心理准备，想讲老师校长来，阮阿要甲拍啦，伊就手伸出啊！哦，伊就无校长就心肝讲：“啊，你的手伸起来，我看卖下啊！”在即个囡仔想讲，可能要甲我拍的款啦，伊就伸出啊！哦，结果校长甲牵起来甲看，讲我会晓看手纹哦，你这是咱美国后摆的一州的州长哦！哦，哦，即、這个囡仔想讲。无人甲我学落过啦，啊，佫听伊讲老师，即、這个校长不但无甲我拍，啊，佫甲我讲我是州长，但是校长甲我讲，你做州长吼，你着爱有心，先读册，你有读册，你毋只会学习，毋只会当去管你州的代志，就啊一句话安尼尔。迄、那个囡仔就啊家己，安尼校长甲我讲，啊，你若有想要做州长无？伊讲有啊，我会当做州长，会当安尼公园也做，还会当改善生活。伊讲啊，你若要做州长，爱认真读册，啊，你先紧入去读册。就安尼尔，安一句话，伊就啊吃苦，三十几冬后，真正食做一个州长。所以我咧讲，咱当咧讲话时，从我幼园了了吼，阮含面算讲他们的同学，伊无看我较含慢，啊伊从每一届伊真好个机会，其实伊足济我有特质哦，伊就是听足个特质啦。我脚吼是啊，讲有当时我过去吼，因为失去一只脚，我嘛捌自卑过啦。啊，但是吼，我感觉讲，因为上帝会疼，伊切开两个。富人人一个我的妈妈，一个我的太太安尼，伊别人当别人甲笑的时吼，但独独因两个毋捌甲我笑，伊甲我扶持。我少年的时就是因为脚呢，我无啥敢来教话啦，所以我咧教话吼，出去无啥人捌我啦。啊，但是上帝，伊上帝我有几落届要甲我竞选我，但是我拢逃避，因为讲我都无装逼，我是要安怎服侍主啊？伊地牧师个咧进来时，伊就提我提名我起来做执事啊，我拢走去台北，因为迄阵我个囡仔三个拢会台北。我记啊，阮妹妹伊遐咧开自助餐，啊我安那去甲斗用，啊安那去伊遐咧监督迄三个囡仔，看有变歹无。人讲囡仔出外哦，常在外不受欢迎啊。我因为我脚安尼，我二六岁个时，落来失去一只脚，到今已经三十几年。囡仔昂昂以为，我想讲，我脚安尼捉恁袂得，所以我对囡仔管教特别严。我惊讲囡仔，即个要走，我捉恁袂得，所以我拢自细汉就变成那种宽裕的教育啦。对就对，唔对就唔对，啊会使就会使，袂使就袂使。咱人最大个就是讲明是非辨善咯。一个教育的宗旨，唔是讲囡仔外敖就好啦。我甲我的囡仔讲，我讲我爸爸无五万讲，你甲做啥物大个，用乎老爸有面子，全无。你唔通让老爸介绍咯，你著安尼脚踏实地，安分守己，做你应该做诶代志，安尼著好。啊，所以就是因为安尼，我对囡仔要求啊，拢特别诶啦，爱之深则之切啦。啊，你有当时啊，即个囡仔是安怎？即、這个囡仔拢放纵伊咧。有当时啊，囡仔要爱吼，你拢无甲囡仔要选择，毕竟是囡仔，咱大人会当判断是非轻重，囡仔毋知影。所以咱爱甲透过教育机会，教育甲教。唔是讲囡仔要求就必应啦，到尾啊安尼你会感觉足心酸啦。是安怎样？你红红幼幼生的囡仔，到尾伊会来刣，会来拍你，安怎样？你家己无检讨你家己，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啦。人讲无因不起浪，起浪必有因啦。哦，啊通过咱的教育，啊通过这个咱的信用，哦，咱无论啥哦，你会感觉讲，咱去拄着，无论如意的，无如意的，你话讲凡事。凡事喜乐，常常祷告不住的谢恩，贴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，拄着顺呢，咱嘛爱学乐感谢；拄着无顺呢，咱嘛爱学乐感谢。因为咱就是人讲没有暗礁，
支不起美丽的浪花。你人生若上轻松哦，我甲你看，你人生也不可能啊。啊，因为我有通过这，啊，所以我感觉讲，我对俗世吼，足有贴心嘞。在圣经到尾啊，这个，阮路加福音30章安尼讲，讲啊讲，你若见啦人甲你求你的，互伊，甲你摕的，你毋通要搁甲退转来。啊，你借人哦，你若借遐有五万，人搁退转来，安尼有啥物运费？歹人嘛安尼。哦，歹人，你若伊嘛有位疼伊的人，嘛有位好款待伊的人，嘛有借伊咧个，你今仔日若准讲有想要借伊，你就毋免妄人讲伊会还你，因为吼、哦，咱的圣经路加福音6章34节讲了讲，有借无还的，你的报应是大，因为你要成做至关者的囝儿，因为你好款待遐无门背义的人，所以有当时啊，你若讲去予人辜负，你毋免艰苦心。你甲当啊，上帝咱信主了，甲伊讲圣经了，甲伊教时间呢，你就讲啊，就甲当作讲咱这接主伊天顶安尼。我因为弱势，啊，所以我若只要人若艰苦人咧甲开嘴，我欠食欠用呢，我唔敢交解。但是我若看你有艰苦的吼，只要真正艰苦的，我就绝对借。我捌甲老师讲，甲甲尤元洲咧讲，我尽达借人互人的啊，亲人朋友厝边啊，超过500毋啦，无讨转来呢。我如果我若无有这看到这个圣经，我鼓励我家己，我今仔日含坐车我都坐袂调啊！我逐烦恼我都烦恼伊啦，啊！所以我拢通过这，我更加讲啊，咱人爱惜哦。我一生赚的钱哦，减赚足济，不过我得到的，就是我有知足的心，知足常乐，感恩福乐。啊，你若安尼埋天怨地，心内就受苦痛啊！哦，你啊看有个人，安尼咱爸母安尼。照顾你、疼惜你，安尼你毋知通回报啊！朋友安尼一句话尔，你着带咧走啊！所以安，你着知影讲，咱即分哦，毁灭你家己，啊，佫害着你。伊旧年12月14日美国时间，咱台湾拢较紧，加了了15个，康乃狄克州一个20岁青年，伊个名叫亚当兰扎，吼、哦，即足大新闻，即美国总统，伊进前一天去到伊个母校，含4个教职员冤家。隔顿工顿去，因咧美国，因咧趁机会当学外语啦。因老母有3支枪，因老母是即间学校的老师，拿枪先拍死因老母，车坐咧去到学校弄破窗仔门。迄20个囡仔平均一个拢拍3枪至10枪。迄、那个法医来看看，讲伊自伊少年看较紧，毋捌看到遮凄惨的。迄囡仔无辜咧，迄当一蕊花啊，当免扑出来尔，安尼你真正拍会到？拍死四个大人，拄啊20个囡仔，啊拄啊迄个6个老师，啊甲伊本身甲因老母，啊瞬间28条命拢无。你啊看迄分外个，所以你人哦，咱信主个人绝对有人有万分的心，哦万分叫我疼忍耐，迄种哥林多前书个13章4节了就开始讲忍耐。咱圣经咧信主，就是要信哦。咱人啊，你若有这个人啊，有充满的你的心内底，你就会感觉讲世间就无你，但你无疼的人啊。哦，所以咱就疼世间所有的人，啊，容世间所有难容的事。人爱就是啥，够宽容慈悲。有当时咱加长只法度咧，小可甲你得失着的哦，安尼就讲到足歹听，甚至就甲你扣怨啊咧。人爱就是够宽容慈悲，这14章开始哦。人爱是无万度。我犯错是毒药呢，哦，你啊看，咱人哦，上大的弱点就是啥？笑人善，怨人富，你逐项伊拢犯着了，对？比咱较敖，咱无甲娱乐就罢了。你搁甲，大概毋是伊敖啦，迄个靠做工较使，也是讲啊，伊都拄啊打着司机安怎样？啊，那安尼搁无要紧，你对咱较弱势的，你唔爱甲怜悯。人讲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咱人拢是肉做的嘛。免了，等下甲摇头。第八盼关怀，愿上帝稳定，予咱用未完。感谢，感谢。真好哩吼！哎，够人心的，嗯，
感谢感谢感谢。嗯。咱信主第一，我去带你来。你搞阿咩事？阿健，阿你我家己知啦。伫迄个体育场好无？体育场好，无一日二八公五哦。迄边上好过去吼。啊，迄边啊，我打。遐是你地吗？不是，迄徛算柳营啊，一个老先生八十几岁。哦。啊，伊啊做啊，啊未做，发臭发甲拢一人外关。哦。嗯。啊。即个老师啦，迄客厅厝个啦，迄大概安尼四五个讲袂住啊，讲在，伫遐甲开困，啊无伊空气水嘛，空气水，较袂水啊，啊都超好，发到一人外块，啊袂少容易甲凑起来，啊凑起来怎，一人载一挂，来啊试试看个。好啊，我迄个有机个呢，无农药无啥个呢，真的。有机的呢。好啦，今天就是继续。啊，无咱就改个吼。继续。嘿，啊，啊，恁一个啊，啊，无这这那无因吼，要点伊就无食。好。那那那，讲那些的。我哩安真用心，莫恁安尼照听心。好啦，啊，这这个圣诞送互阮阮太太吼，啊，伊就无哩无因，我就甲伊抱起来讲。我咧讲忍耐啦吼，忍耐就是够宽容慈悲吼。有当时啊，咱拢啥个拢无法度来去宽容人。慈悲就是啥？若慈悲教育是慈，就是讲互你快乐。啊，悲就是会当将你的痛苦甲过掉。哦，慈悲慈悲，因咧佛教就是有诶，就是拢安尼，啊，着慈慈悲，就说咱人有慈悲心就是安尼。对啦。你无慈悲吼，你看到啥物万米，你着拢袂心内你拢袂遐啦。所以你若有慈悲的心。你搁一只流浪狗，伊啊，你都唔敢讲要去甲，要去遐虐待，伊嘛是一条性命，哟。啊，咱信主，你有看，咱若信主信到无这个慈悲心，你这人讲有开花无结籽，你这信仰是死的。有信无去行，这信仰嘛是死的。啊，所以我讲听，咱信主就是要让咱的听会当升华起来啊。哦，有当时啊，你倒呾，咱藏伫内底，你无甲升华起来，咱嘛唔知影讲要安怎去听。所以你啊看，母子天性，伊自然。做你为弱，做母则强，就是安尼。伊知影讲我做老母啊，我爱顾我爱疼，我爱疼我爱疼，伊就强啊。所以啊，咱就是通过这信仰，把咱的疼互扶起来，扶起来，毋则会当去去帮助人哦。我来安尼讲一下较紧。仁爱是够宽容慈悲，仁爱是无怨毒哦。啊，仁爱是无夸口，无偏方。哦，我做够做四句咧，那我说我有当时讲到这偏方，我就讲。常常仰望耶和华，做人谦卑，未自夸。事事我靠咱天父，做事平顺，行行下。日日跟底住脚步，爬悬落低，未失误。时时牵条爬上爬，平安喜乐到百岁。哦，啊，所以人讲，咱凡事尊谈主道理。出入内外拢欢喜哦，凡事听趁主教示，做事做东做西拢顺时。凡事我靠咱天父哦，啊平安稳定慈悲天姐姐。凡事我靠咱救主，平安喜乐到久久。啊，所以信主，你若感觉讲你信主了后，佫无改变，佫无感觉快乐，佫无迄个疼的心，无法度人起来。安尼，你就是爱搁对信仰爱搁加强，对。因为你若有人咧讲讲上游心生啊，你自然你若有迄个生活内底，你面起来吼，你就迄种咱慈祥的面就对啦。一念之善，就即天堂；一念之恶，就即地狱。天堂甲地狱是咱的心啦，哦，好心歹心安尼。你啊看安尼，三个咧讲讲厝边，讲三个厝边，撒巴利亚人，啥有个人咧讲撒巴利亚人，有个无了解是咱哪叫做撒巴利亚人。我因为吼，我有咧出来做，所以我拢加减啊爱去看一下找资料。撒玛利亚人就是咱以色列的遐哦，亡国了后，因含遐个外个十一个教派啦，若要依咱讲，讲着做混血儿啦，哦，混血儿就拢啊通称做撒玛利亚人啊。一个安尼借尸过，一个利未人过，一个人去哦要去到遐哩高城，安尼去用手枪崩了了，啊，拍到要死动啊！因遐个讲，因个朋友会无咧甲遐呐，
真正是即个无咧往内撒玛利亚诶人，安尼甲救，啊，佫甲送去旅馆，啊，佫摕两两银，讲啊，若有欠，本来我才佫互你，你要做生意安尼。所以真正诶疼心，真正诶，毋是讲哦，白白讲咱信主，有当时啊，咱信主无一定着真正疼心有出来呢。哦，迄你有贴有出来，着表示讲，啊，你真正信用欠债啦。啊，你若感觉讲咱信主，啊，佫感觉讲含一般诶无信主诶，拢共款诶是，安尼咱真正讲爱去甲上帝忏悔啦。哦，若讲天天殷勤，基督徒的生活七要素，第一就是天天读经啊，天天殷勤读圣经，上帝话语点伫心。第二就是爱常常祈祷啊，啊，常常迫切来祈祷，甲主同行来跋倒。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，金句就是迄种话语中的金言玉语啊。你读圣经唔免规本读啊。你读个重点，要像你做老师过，你若拢规本一拢读哦，你头壳有法容纳住啊。咱考试背从中山嘛是拢遐，所以金句就是足好啊。你背这金句比你咧背圣经，因为你一个圣经你讲到一大堆，人无一定听有啦。哦，啊像你着一句话讲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地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，这个足好记哦。啊，你咧讲。一开无伫看路，读到万书就用祈祷、恳求、甲感谢摆咧伫上帝。菲律宾书四章六节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着人咧讲，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是咱的快乐，是咱患难中的帮站。诗篇四十六篇一节，我啊，若佫咧背迄个圣经的吼，建议读迄个诗篇二三篇，哦，这二三篇拢总有六节。啊，你这六节你若用起来，迄个是代表后迄阵安尼感谢上帝是伊所做出来的事。哦，即像即第六节，伊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过啦。哦，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伫安静的水边。伊予我灵魂精英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伊的路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咧，你的腿、你的脉拢安慰我。伫我的对敌的面前，甲白色恩赐。伊咱对敌个，你有当时啊，都常讲看到对敌个要侮辱，用个白色恩赐啊，哦，用油抹我个头壳，我个杯满出来，稳定甲慈悲，得甲对我到一世啦。我永远要徛起伫耶和华个厝。哦，啊，即有当时啊，咱信主，你就是爱通过咱个圣经内底，啊，互咱有迄个鼓励安尼。啊，你自然你就有法度人咧出来，像咧探望咧种种咧讲嘛。尽量五分钟以内，咱来听柯老师讲安尼。啊，你好，你今仔日来个结束，因为你讲了二十分啊，嘿。啊，你好。来来探望，啊，开始来听。老师讲过来啦，讲过。好好好。吓，我一个人就了。你家做一个结论啦，嘿，因为你一直拖出去，佮拖出去安尼。啊，你所以今仔日咱即个重点就是讲，爱听恁的对敌，啊，为压迫你的人祈祷，哦，安尼上啊白色恩赐。伊咱对敌个，你有当时啊，都常讲看到对敌个要侮辱，用个白色恩赐，哦，用油抹我个头壳，我个杯满出来，稳定甲慈悲，得甲对我到一世啦。我永远要徛起伫耶和华个厝。哦，啊，即有当时啊，咱信主，你就是爱通过咱个圣经内底，啊，互咱有迄个鼓励安尼。啊，你自然你就有法度人咧出来，像咧探望咧种种咧讲嘛。尽量五分钟以内，咱来听柯老师讲安尼。啊，你好，你今仔日来个结束，因为你讲了二十分啊，嘿。啊，你好。咱来听，啊，开始来听。讲过来啦，讲过。好好好。吓，我一个人就了。你家做一个结论啦，嘿，因为你一直拖出去，佮拖出去安尼。啊，你所以今仔日咱即个重点就是讲，爱听恁的对敌，啊，为压迫你的人祈祷，吼，安尼上帝。就予咱有气力，予咱有安尼有迄个，会甲主安尼同行，袂跋倒。对。啊，今仔日吼，感谢，时间的关系吼，咱够感谢。好，谢谢。因为咱第一摆来啦吼，安尼都无了解柯老师嘿，安尼可能较侪时间听柯老师介绍你家己啦。哦，我是啦，我无啥物话啦，我嘛是做细汉做善车啦。哦。我妈妈，我无话了，话是。柯老师江水人嘛吼，我捌台南，台南就是台南。我住伫迄个台南的迄个矿资源里面的行啊，迄个镇条啊行，哦，大概是伫遐啦吼。啊，古早上古早是伫即个林德啊。林德。林德无位青黄镇住啊。我知青黄镇去了边遐。迄个做南线吼，胖子啊，青黄镇在遐。
做做厝是伫遐啦，遐嘛不能待啊。着要一挂迄落迄落钉哥吼，迄落迄落石条吼。古早时代讲有做过啥物，啥物啥物，遐祖先啊讲有做过啥物五进士还是啥？哦，嘿。耶。嘿，啊，着拢看石条。你的祖，你的祖先。嘿啊，阮的大概差不多十几代做啊，迄款。啊，进士。迄阵甲伫清朝末，迄阵甲讲。台南大大文理啊，哦，文理文理，迄个单位咧担保，迄个行业所，迄个叫鼠疫吼，鼠疫啦、霍乱啦，什么迄阵鼠疫较严重，对对，啊霍乱咧，规，敢拢总敢有在八房啊几房吼，啊查甫个人吼，啊死啊煞剩阮大房嘛。啊，买少饼，全买少全看见饼来收，全来富城内底吼。收产来台南市啦吼。啊，较存活，啊无迄阵嘛安尼拢吼，一帮一帮就是死过东西。啊，到有生一个查某个吼，啊，迄个查某个伫迄个所在无出来，啊，可能身体较弱个，反正无去互传染着。啊，来买少就讲，啊，当阵就讲。人就拢倒了了啊，一人去台南，人就走去倒去啊。啊，伊咱怎啊伫遐招就对啦。啊，招啊，搁伫遐伫还伫咧还事，伫咧遐安尼，伫咧摊，伫咧坐安尼。我就有等于遐啦。我等于树根啦，吓啊，啊，反一挂石条都往个了藏伫，藏伫迄落涂骹，本来也唔敢甲无去。哎，那遐有诶，伫台务中咧做老师啦，啥啦，啊还不错啦，也工作啦吼。诶，去算迄伊伫遐年，遐年儿传落来遐，都嘛都还不错咧。啊，阮是拢来台南，啊台南买厝着买，高雄买去台东安尼吼。啊，从我伫台北倒来，我做久个啦，啊买厝。因为阮太太，伊退休了啦，我好哩倒来顾妈妈吼，妈妈在家嘛，伫咸水嘿。哦，是恁丈妈住咸水啦。咸水嘿，啊，伊本来是天主教啦。嗯。迄阵我阮太太熟识是，迄阵伊个天主教，我拢对天主教，嘛，我细汉是伫南教个。南门。嘿，我读即个。国校毕业，我毕业了后，到初中嘞，初中二年时，迄阵就捌含同学就拢有呾伫南门教的会友吼，两个人嘿，一个是老毛先，一个甲张国，张国祥，啊两个就。因着因带我，阮三个足好个，啊因带我定去教会。去教会聚会。去教会。所以你伫高中是高中，高中初中是毕业，甲初中毕业迄阵着较即两个，你即两个同学来教会啦。嘿，较有时间去吼，啊较有时间去啊来参加圣歌队啦、圣诗会啦，啊买手啊，了我着去高雄读册。啊，读册了，我有嘛伫高雄个前庭教会吼，前庭教会一个，佫另外分出来一个啥物主会所，迄个名我袂记啊。啊，我嘛是伫市内，啊，要出了，啊，毕业了，嘿，啊，其实我是迄阵是伫台电。台电的工程师嘛，我是台电，啊台电，啊你唔是台电退休诶？嘿，我台电退休，啊我迄阵伫台电诶时吼，迄阵台电都上好去读册，都进修吼，啊进修了倒转来嘛，搁伫台电诶，嘿，即个服务啊，啊中间有去做兵，嘿。啊，我太太是即个台南高雄公司，要出去读台南师专，嗯，啊，毕业了要出去伫台南职教，国小老师嘛吼，台南职教，啊，伫学教啦吼，伫
中山的摊位啦，吼，姓陈啦。你的太太啦吼。啊，买手，买手，我先去你台北。你是吊带联中公司？嘿，我买手去你台北，买手我迄阵甲伫即个算。迄阵阮有一间德国的迄个高温煮化工厂，嗯，啊，迄阵咧建厂，高温煮化，诶，高温煮台湾起源吼，啊，建厂的时，迄、那个内底阮第二单两个啦吼，啊，阮李彦先生，第二李彦先生，阮太太政府了对啦，伊有股东嘛吼，开叫我去。啊，去你建厂了对啦，啊，因为有建厂有一寡德文的啦，有一寡英文的这资料啦吼，啊，因遐有来看无啦，看无要收我咯，加减啊闹两句啦吼。你有去读德文呢？无我囡仔有，我迄阵无，但是我看英文吼，看英文，啊，有德文甲英文来找啊，啊，要收我怎啊治啊？建厂，啊，像伊个工厂拢自动控制嘛吼。迄款咧属台电的。无，可以内部啊的工厂。哦，安尼你唔着离，啊，你阵唔着离开台电啊？嘿，迄阵我离开台电。哦。啊，离开台电，因为迄阵我去做兵了，倒转来考台电的工程师考起吼。嗯嗯。考起啊，做一段，伫这新营这一段吼。新营古厝。嘿，新营古厝，啊。因为迄有呾佫有一个原因啦，因为伫迄阵伫要新营服务所伫成立个业厝吼，啊，我两个同学去读嘛，啊去读个时，我迄个另外一个同学伫家里已经先起来做主任嘛吼，然后伫工作，啊我伫新营吼，因为伊新营原个迄个主任吼无要走啦吼，啊伊店面是要升我起，哦，啊煞吼，呾搞我很不愉快吼。啊，袂少讲啊，反正伊着讲啊，怎啊去整，搁整着出来了，对啦。嗯嗯嗯。啊，迄阵我嘛足伤心啦。哦。啊，迄阵我怎啊离开？你怎迄阵就甲离开？啊，你无正式退休？嘿，我迄阵先租客。用租客离开。租客呢？几年？民国几年？迄阵民国几年？民国三十年，哇，六十三年。哇，足早就离开啊！我一直在去甲做伊个某个就对啦，做伊个某个，啊，就安尼甲斗三工甲斗个吼，啊，袂少我怎，伊甲我讲啦，伊讲叫我讲继续搁去读册安尼啦吼，啊，迄阵我是安尼，迄阵我暗时也是有读，但是迄种个也艰苦，啊，但迄种个无，我迄阵都讲出世，还要食饭都无啦吼，啊，袂少个。迄阵就只有去甲牧师下吼，啊牧师若知影我个情形，伊就呾一个月一百百五块。啊，你阵细汉生个家庭环境，我拢无好着对啦。啊，阮老母五岁死啊，啊，阮妈咧甲顾啊。恁阿妈？嘿啊，啊，阮老爸是阮啊，迄个趁无食个吼，死袂去吼。啊，你只有啊，迄个牧师，美国牧师若真好啊，两个母子若真好，伊伫先台也咧教课嘛吼，啊伊着算。美国，伊来加拿大来，还是教会牧师啦。嗯。加拿大那。伊是来宣教师，还一家。那迄阵有一旁来台湾。哎哎哎。有一旁来台湾，哦，迄阵呐。在一个教派。哎，一个教派。在台地教会。内地会。哎，内地教会。内地会。宣教师来管理。没什么，啊，但是美国人吼。嗯。啊，伫台湾人吼，啊，各所在拢有个。内地。建筑是你。我迄个牧师看见啦，都是我好咯，哎，恁都用我咱，我看袂了，来，恁来，
啊，台南南教的是刘进义老师啦，前早就是，哎呀，真好呢。伊那咧报道啊，暗时啊出去报道，我就拢对伊出去啊。啊，阮读迄阵读电机的哩吼，我读台南讲叫电机的迄阵啊，啊就袂晓咧。啊，你啊去台南一中啊，去台南国家？唔是，迄台南。台南工业是迄阵有初中部甲高中部，啊我是初中部毕业。哦，初中部你读台南高工的电机，电机的。啊，阮两个初啊去教的，迄两个就同学。迄两个就是阮台南高工的同学。嘿，刚好是同学。哇！啊，迄阵尾手一个老外生，就是读甲高中起哩，啊，佫尾手敢做。台南高工的老师，哦，要读大学去啦吼。新台迄个工教会，还袂少做做老师。哦，啊，我另外迄个县长的是 CAT。哦哦哦。闽南，闽南的啦。迄阵读电机入去 CAT 做。我迄阵是，无钱嘛，啊无钱，只有去甲老师斗三工，暗时啊去读，但一中也干无。啊，你高读到一年的，读到一年的要升二年。迄阵啊，电力公司咧考，哦，咧考，第一场考，啊，但是伊是爱高中毕业来资格，啊，你用伊个去考，啊，我用同等学历，读三年，你着用同等学历来当考啊，我用同等学历去入拼，啊，同等学历去入拼，去学拼着，迄阵啊，高一着要升高二个时嘛，啊，用同等学历去入拼，去学拼，迄阵敢会录取同等学历会使录取20%个啦，啊，去安拼着伊吼，啊，拼着伊。迄个美国律师甲我讲真好吼，啊，恁来当阁继续阁去吼，啊，恁较好安尼啊，啊，又高五六个月外去，啊，我来怎去读，啊，受训了就派来台南吼，迄阵咱一班40个嘛吼，啊，迄阵甲拢总有3班啦吼，一班是，区管的厝的配电班，一班是。迄个线路厝的，山顶的迄铁塔的，啊一班是发电的，发电在迄发电厂啦，吼，高雄在迄发电厂，啊，我是配电的，啊配电的迄阵毕业了，怎啊派来台南，哦，啊迄阵足忝啊，台南要外山，对岸要外山，啊去做，哦，啊怎啊真遐，体力身体搁歹啊，体力搁无吼，哦啊做。足忝嘞，啊，吓，啊，尾手敢想讲，啊，无去踢去就袂使啊，踢啊，啊，我直直去，啊，直直去，迄阵啊，说留足平心啦，吼，留足平心。你踢个心，要对待人的，对啦。哎，伊有甲恁促销伊啦，留足平心，我知道。嗯。啊，有奖助金啦。哦，对。奖助金好难啦。高粱就退啦。哎，啊，就安，对啊，了啊，靠。啊，考着职员，你算了考不完吼。上头就是评价啦，尾下改分职员就对啦。吓对啊，啊，你就来考个。啊，迄阵啊，真忝就对啦。啊，就甲你讲，人生就是这样。您六十三年离开那个时候，应该准备婚恋了哦。六十三，那时候准备婚恋了。准备婚恋嘛。我那时候是六等离开的。是组委会的六等嘛？哈，六等离开的啊，我六等要，那个时候营业处主任是8等嘛。啊，对对对。啊，这个，人要。争不过人家啦，食头路就是爱有官吼，爱有背景。我那个是偏见啊。嗯嗯。啊，偏见伊那我都做背景。问题就是安尼啊，伊就偏见，所以你感觉足乱的，是吧？有这个拢改不掉。啊，伊无即款的资格嘛，吼，啊，咱有即款资格，伊要甲伊选起来。啊，你无背景，真输伊嘛。输伊啊！有啦，我袂晓，我包5000块去啦。5000块迄阵就比一回薪水较济哦。较济啊，啊5000。那到三年。哦，迄阵薪水才1000外块尔。哦哦哦。那到三年不止1000块啦，那到三年不止啊。60年迄阵啊，算60年。可能2000几块啦。对，60年。哦。伊62，我二月我离开了吼，伊62年的6月好，我掉30%。对。吼，分一个足悬的，啊，我迄阵啊想讲唔对啦。错误了。啊，但是我
去迄间工厂三过台电的薪水。啊，当然啦。啊，所以我上少开点开咯。啊，你伫迄间工厂住甲退休安尼啊？无无，我是我去美国的。哦，安尼你好，安尼你过年做工厂。我去美国搁三单外嘞。哇，你去美国嘿，美国。啊，你去公司去一间工厂住几单？去一间公司住几单？在一间公司，我已经拿八九单。八九单就赚。工厂了，我怎啊伫遐做？副厂长、省厂长，吼吼吼，啊，你著知迄高子化工厂的污染，官场也较艰苦。哦，你官无好。啊，入去入两摆。嗯嗯嗯。伊化化片，啊，我实验室，我爱试一款新的迄个农效啊。哦，对。新的迄个，啊，内底虽然是讲有请一寡清代啦、台北工专啦，请一寡迄落说中兴大学的遐化工，但是咱毋敢放互伊啦。迄阵我已经做副厂长，毋敢放下嘛，毋敢放下，亲身伫实验室用迄个实验室迄个 Fresco 吼，迄个玻璃迄个瓶子，迄种器皿嘛吼，啊，可能迄个通，我迄阵我老爸迄个防毒面具啊，最疼的是最疼的是咱爱去甲教遐个干完遐个课程嘛，啊可能。空气，诶，你怀孕如果一骹二十栋，无遐大骹诶，或者三骹，可能去影响。啊，是变肝硬化是安怎？无硬化，全发炎。哦 ，GOPGPT 呀。哈，压到千块，几千诶。啊，有一点急性肝炎咯。诶，急性肝炎，爆发性。嗯，我迄阵就爆性跳呀。那唔爆性肝炎就得出来呀？迄阵伊也无进步啊。免手吼，急性肝炎。我第二。啊！入去，伊就无啥物药啊，甲我检查，检查阁复检，我迄阵就紧张啊，复检，医生讲你这个有什么问题啦吼？啊，你肝穿刺，啊，切片呐、啊，切片，阮太太唔懂，唔请你啦，阮太太唔请你啦，阮太太讲，恁姐夫，阮姐。因姐夫是伫迄个高等法院的法官啊，啊，我呐伫台湾的高等法院的时候，发生发迄个生病，等来台北总总多三个月来翘伊。我来管问者。嘿，就是肝肝切片，啊，你知影做法官的嘛，做食做危险的，对不对？用啊酒油。你食怕伊啊？哎，检查起来。我感觉讲有肝癌，啊三个月起来。啊，迄阵诶，医学无够较进步啊。我听人惊着啦，伊讲啊，恁姐夫就是为着安尼死去诶。啊，你搁落去啊？那是恁姐夫，毋是恁姐夫啦。算伊诶姐夫，我大门诶啦，大大门诶啦，我大大门诶。啊，伊讲唔签就唔签啦，啊唔签，迄个医生，迄个怎啊伫，我那伫迄个中央研究院诶院士啊，迄个廖运焕。迄当时伫迄落长庚是医师尔，来来来咯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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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等下咧做。你感冒病痛，我亲身知。所以讲，我做做你够够潮气呢。哎咯，我不过你来来来来，厂房啊，头一回，头一回。哦，那你家己用诶。啊吼。啊，你去美国叫邓南庄去驾车呢？无，迄个驾车是我。我太太，哦，啊，你无去教书啦？啊，我是太极拳的老师。哦，我想讲，教老师拢教，我伫遐咧教。科老师，科老师，我想讲，但是你那边教。我是中华民国太极拳总会的合格教练。哦，啊，你是拢咧教太极拳啊？啊，教了新娘，咱教会嘛，当然是学太极拳。双年大学，好厉害。诶，真正咧，诶，对健康好啊，对迄老人上佳个。嗯，啊。我咧，我拢也有教练证个，啊，就甲讲，迄阵吼，就是，敢去，迄阵肝硬化，啊，嘛毋是硬化啦吼，发炎啦，啊，要甲参数唔参数，啊，迄个医生隔日过来巡病房，哦，安尼好啊，你好人出院啊吼，或者你，我要手术两出院啊，我手术。啊！但是迄个期间已经待十二日啦，经过两摆个落啥物超音波、啥物碗糕、里里口口、各自讲真声。啊，我一个笑讲，
敢会去检查着别人的去杀唔对个？在我遮来，无我有遐严重。遐严重。哎，啊，迄阵吼，着，阮太太伫中间吼，伊好好教书了，下班转来随控迄落青草吼，寒风草啊吼，寒风草无咧。等等的诶，粘粘壳的，哦，迄个是寒风草，迄个是寒风草，咱讲个小杂啰啊，对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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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伊，吼，看迄个怎海话食，啊，逐日就是摕两罐，用迄个汽水罐啊，迄大罐的，迄个可乐的罐啊，遐大罐啊，摕两罐。啊，迄小杂啰食。啊，你袂啉到胃疼？袂咧。你足冷诶。啊，食甲吼，食甲差不多八日啦。嗯。啊！着医生也要讲，你若敢毋检查，着要赶我出去啊！吼，啊，我着好啦，出来，我出来。啊，出去讲爱检查，啊，检查了吼，即嘛结果吼，摕去门诊吼，啊，让医生看签字啊。啊，医生迄阵毋是迄廖运焕，廖运焕迄阵伫遐可能是主治医师诶啦，主任那是啥？啊，另外搁一个医师，伫门诊诶时讲，伊讲。哇！啊，你降遐低嘞，剩百外个啦。百外嘛是超工啦。嘿嘿，啊，要几千，迄阵还袂好嘞，但是几千个降了到百外，迄个是。是啊。问我看，啊，你是食啥物药？无开刀。你是食啥物药啊？伊讲我即个食寒风草啊，我讲食青草啊。吼啊！医生咧笑笑咧，讲吼，厉害。厉害。食西药都无法度通压迄下落去啊！啊，怎啊互我出去？啊，出去我转来就怎啊？怎好去啊？无，互我来调养一两天个。一两天哦。迄阵拢无法度通做错动啥，就拢了无法哩就对啦。毋是讲咧用用咧，有哪咧病病？啊，迄阵，即啊一动，静啊一动，就拢无法度人啊困啊啥呢？啊，一动后，迄阵讲。在咧坐袂住啊，啊去建筑师遐讲，建筑师遐讲，啊无你有啥物案件吼，建筑案件，建筑案件互我设计啊。嘿，等下吼，设计桌啊吼，买三四条，啊有诶请人，啊有诶家己啊。成立个工作室了，对啦。一个工作室啦，设计工作室，哈哈。啊，迄阵就安尼。啊，要就身体好起来了，吼，咱正先出来，隔壁出来，哎，迄阵着台电迄阵咧建庙拍电厂，啊，伊个三年标诶，啊，我着去应征怎啊，伫遐做迄个副组长，啊，工作班带十几班，你即摆是算做熟，人去标诶厂商请来的，三年诶，三年甲你请来，迄阵三年诶标，啊，伊个应征去啊，啊，着讲互你伫台电有经验安尼袂歹，啊。无，你去上网来啦，啊无，就组长互你做，啊无，你个人做。